这一套中式的，外表看起来建筑的金碧辉煌，左边还有凉亭，全部完工的时候应该非常漂亮。哇，师傅您好，这房子建得这么好看，是自己住的吗？对，自己住的。主人在不在？主人在那边。在右边这里是吧？对对。哇，建这么大套的，太漂亮了，我去找一下主人去啊，谢谢啊。哇，两个凉亭啊，不是哎，它是一直接是一套房子。哇，这是一套直接是木房子，外表看起来是那种凉亭。你们在这在做什么呢，师傅？嗯，你们这里在做什么呢？搞墙漆啊。哦，他这套房子建得真漂亮哦。嗯，可以，还可以啊。哇，这要自己家住的话，这太大了吧。哦，准备搞农庄的了。哦，那差不多。哦，那差不多。我说自己家住的话，你看这个厅都有几百个方了，对吧？两百多个平方，看起来好大呀。我呀，看到漂亮的房子，拍一下视频发抖音的。那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漂亮啊。他这个房子，你帮我预估一下，他建起的话大概需要花多少钱？几百万。几百万？三百五十万。那很实惠呀。他自己抓的。自己怎么的？什么自己抓的嘛？哦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什么东西都自己弄的，等于是自己一手抓的啊。啊，没有找那个叫什么承包公司是吧？装修公司对，所以就省钱啊。哦，那他这边做农庄的话，上面肯定是住宿的了啊。对，上面能算住宿的。哦，三百五十万，那这边生意应该离县城还有一定的距离嘞。离县城51公里。51公里。的话还有45公里。哦，客源还是有的了。客源肯定有，这当地的什么那个哪里啊，什么那些老师啊，全部都在吃饭。哦，聚餐基本都在这里啊。对。哦，他以前就做农庄的了。以前这个是农庄的。哦。这是刮这个叫什么胶是吧？胶刮大白。哦，刮白。刮大白。不懂，我还是没听懂。哦，腻子粉，腻子灰了。哦，这样讲懂了。你们做这个是包的还是做点工的？包的。包的。论方的是吧？多少钱一个平方，对吧？对。那刮这样子的多少钱一个平方呢，师傅？刮这个10块啊。10块。那你们两个一天均下来能挣多少钱？50。这有啊？200-300。两三百啊？对。啊，这又没有什么隐私的嘛，对吧？这没关系的，是光明正大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挣钱的，是不是？两三百不高了。上面还有一栋别墅。哪里？上面还有一栋别墅。就在这个后面啊。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，远不远？走过去。就在10来米。10来米啊。他这个楼上是怎么上去的，师傅？两边都可以啊。好，谢谢，我去楼上看一下去啊。谢谢两个师傅啊。好，现在去2楼看一下，整个装修还是很高档的，因为这些都是用实木的，好大呀，都还带了洗手间的。主人不在，不知道怎么介绍这个里面是做什么的。3楼也是一样的，格局完全相同。投资这么多，350万去做农庄，不知道多久能回本。这套别墅建的也好漂亮。哦，那边像是一个阁楼一样的亭台楼阁，我们去看看去。刚刚这里是大门，没注意，这边是小门，小门开着的，在外面喊两声，看主人在不在家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它这个是中西结合的，你看那边就是中式的，这边主楼又是别墅的造型。看到叔叔阿姨在烤火，因为今天好冷了，但我发现了宝贝。你哪里啊？我是祁东的。你祁东的？对。祁东的。你那里在里干嘛？
想到浪山去玩。哦，到浪山去玩啊。对，看到您挂的这个是猪脸皮吗？猪脸皮。哦，要每天这样烘，要烘多久呀？哦，烘蛮久的。嗯。烘蛮久了。烘哪里久的？烘了多久了？现在是？烘了一二十天了。一二十天了。嗯。哦，这个东西好吃，天冷了配这个配很下饭啊、哦嗯、炒着吃蒸着吃都好吃，谢谢。你前几天是您 是您家是吧？嗯，在屋里，在屋里，在屋里。我们在大峪在屋里。哦，他女儿都。哦，你女儿的家是吧？哦，那您能陪我一下吗？我刚刚喊没有人应我。来屋里。哦，这房子建的挺漂亮的。嗯，租户的没找房子。这两个是一个款式。嗯。哦，那这个是您什么？我爹儿子的。哦，这是儿子，这是女儿。嗯。你怎么你的女儿儿子这么都这么有本事呢？嗯、对吧？嗯。然后那边还修了那个中式的房子啊、哦嗯，那个房子是用木头的，应该是木头的，全部是用木头的，对吧？嗯。哇，叔叔，你儿子女儿都有很，嗯，都很有本事啊。嗯，没有本事、啊。而且还有这么大的院子、嗯、对吧，这院子也很漂亮，那您先带我在外面参观一下好不好？谢谢啊，谢谢叔叔啊。到您这个木房子这里哈，龙溪阁，我们到龙溪阁这里来参观一下。哦，现在是鸡冠花枇杷树，哇，这个地方竟然长了鸡冠花出来。哦，木房子地板都是木头的，四周全是用木头的。这叔叔怎么走了？他也不怕我偷他东西嘞，把我一个人就放在这儿了，就走了。他说女儿在家，我按一下门铃啊。请开门。嗯，没有人呢。这叔叔好放心，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，他就走了。其实我感觉在农村两层就足够住了，只要你面积够大一点。因为其实不用考虑着有客人来呀什么的，客人来现在基本上好多人不会住在别人家了，都有车方便回去。好，我们在外面参观一下吧。叔叔这么放心。哇，他这里还做了个泳池，哎，太会享受了，竟然还做了个泳池。哦，他泳池外面就是河，现在是枯水期吧，就是干旱几个月了，然后现在枯水期，等到丰水期的时候，春夏的时候，很多很多水。这个泳池现在也没有利用，哇，它这个泳池好大。然后这边还有两间房子，应该是拿来洗漱的或者洗手间这样的。房子漂亮是一点，但是还是要配上有园子才漂亮，没有院子是没有灵魂的。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凉亭吧，应该是一个凉亭，是不是面积很大？刚刚那个我们参观的是叔叔的女儿家，她这一套跟她那个是一样的，两套是一样的。哦，我们发现真的哎，完全一样的。哦，对对对，两套完全一样的。这是儿子家，那叔叔儿子女儿都很有本事，一模一样的两套房子。叔叔在劈柴。啊、你在这里是干什么呀，叔叔？就是。嗯。能不能做导播嘞？哦，导播。导播嘞？哦，是用来这个导播嘞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镰刀的。嗯。镰刀的那个。嗯。装镰刀的。嗯。哦，我看了您的两套房子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啊、哦。嗯。挺漂亮的，两套都挺漂亮的。嗯。现在房子一套要多少钱呢，叔叔？好多钱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起码要个不要过万嘛，一百多万是吧？嗯，你儿子女儿都好有本事，嗯，建的房子都很漂亮。嗯，你们那边房子漂亮的？没有，我们家很丑的。嗯，谢谢叔叔啊，谢谢你们阿姨啊，打扰了啊。